第三十三代迦耶那提婆尊者，西天十五代，为南印度人，姓毗舍罗。龙树尊者为度化他，而有一则名为波水洪然，一针到底的公案。尊者了然于心，明白自性圆融，而非言说身相所能遇的。后承接衣钵心法，即曰：本对传法人，未说解脱理，于法时无证，无中亦无始。